202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将和全国观众见面了，各类节目已经进入审查阶段，众多明星也被拍到纷纷现身，参加春晚的演员们也是在加紧排练中。有网友曝光了节目组为演员们准备的伙食，与往常一样，餐标仍然是以盒饭为主。据爆料者表示，主食米饭为主，每盒配有四个菜，两荤两素，有肉有蛋也有青菜，营养搭配。今年的春晚仍然处处节俭，盒饭标准也并不高。1月7日，2021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审查，张雨绮、万茜、贾玲、李佳琦、孙涛等低调现身。